对吧？天天想着休息，真不是。我拿摄像头，我给你们看看。我现在房间的话，就是旁边的话是我水友啊，线下单杀我水友，他在旁边玩游戏。然后上面那个是音响，然后一些我搞的一些小的手办，搞的变形金刚之类的。我喉咙昨天跟水友们喝酒喝哑了，昨天那边的话在玩游戏的那个也是水友，这边的话。门口旁边，我这里放了一个小沙发嘛。小沙发的话，就水友过来可以坐在旁边看我打游戏嘛，对吧？可以看。然后那边上面就挂了一些小手办啥的。然后我这里是有一台电脑嘛，然后那边也放了一台电脑。如果水友找我玩的话，可以玩那台电脑，知道吧？水友可以玩那边的电脑，后面我就随便挂了一点画。我本来沙发想放后面的，但是离得太远了，我怕他看不清楚。然后那边的话就挂些耳机啊，那些手柄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其他就没了。房间其实也不大，房间。旁边那个是我房管，我房管。是谁？我喊他说，他不说。我能说你是谁吗？没看你脸，金馆长旁边的话是金馆长，我经常玩他的号，武器大西。你但凡会玩船长这个英雄，其实心里面都清楚，这个英雄对线前期的时候确实是很弱。你碰到那些强势一点的上单，什么剑魔、鳄鱼啊、瑞文呐、啊，要找你干架的这种啊，这个英雄是毫无还手之力的，就打架这一方面是还不了手的。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兵线运营他自己的兵线，让自己打兵发育，强制让对面跟他和平发育。那船长经济就会是优势。你跟我同样补刀10分钟，我90刀，你90刀，但我就是会比你多400-500块钱。这玩意儿不，他不是说高不适合打高分段，他打高分段没问题，只是说他玩法上面观赏性确实是不太行的，就是苟着玩的嘛。像我们搁网络上面冲浪，你苟着的话是很丢人的行为。但你硬拼又拼不过别人那种英雄。这个英雄前期就是狗玩着的玩法，他现在只有这种玩法，他才能在上路生存下来。我要用他们的内脏当背带。当心炸药桶！两级血 W 两。OK， 没晕到，哎，打武器这个版本两级是要学 W，解晕。不对不对，控兵线，没有什么追击能力。这边要跳晕我的话，那么我用 W 解他就会死。W 不但能解他晕，让我第一时间能打出伤害来。还能让我回一大勾拳，太多小兵，我不敢吃这个伤害。你要说我这波不学 W 的话，我抢筒子很麻烦，就要抢了筒子，火刀也 A 不出来。你只要不用 Q，你一级 Q 是55蓝嘛，一级 W 是60蓝，你用5发 Q 好还是用5发 W 好啊？在你有筒子卡兵线的情况下，跟他换完血用就不用 Q 嘛，不用 Q 小兵。就疯狂用 W 回血，那你就可以一管血打别人2管血。直接解 A 拉开，让小兵打他。船长最好就是这种节奏，对线节奏放慢，太快节奏的话就不太适合船长。筒子好的很慢的，18秒一个筒子。22秒一个橘子，虽然我的 Q 好的很快，但是太费蓝了。还是筒子没抢到，这波失误了。直接先吃 W，跟他换了也不亏。本来就是要回家的，我就亏4个兵，问题不大。主一很费蓝，因为你的 Q 是等级越高越省蓝。你的 Q 对小兵和英雄都有伤害，你的一额外伤害只有对英雄有额外伤害。
所以你要主 Q 的话不当费蓝还清不掉小兵，就你出完西兰刀或者出完三项都炸都没有办法一桶把小兵给炸死，要你银蛇币你的经济就会直接全崩掉。线过去可以压他，然后看死个位置，如果能让他吃不到这波线他就崩了。我感觉我上波不该用点了，我上波用不用点啊他都死了。不换的话还好勉强能接受，那伤害有五点高哦，我操！现在就是 Q 人丢桶子保护，他补刀就打他，他不补刀他就一直漏，他跳我我们就炸桶子，桶子就是保护我们，阻止他补刀发育，然后卡线，消耗到一定的血量了，然后他就会死。你如果你一上去就直接跟他干的话是打不了的，你送了是吧，你送了那我也要送了，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。哎跑不了他急跑，你送了那我看看你虎牙号，哎还是妹子吗，要不进水友群呢，他好像是从水友群里面跑了的。对啊，那天有个妹子刚进群，然后有屌毛在的艾特别新来的日过批没有，然后人家就跑了，他马上要上相了，他哪来呢，装备怎么这么快呢，都消耗两次，哎呦点燃没摁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开一挡我 Q， 所以我没有用点燃，哎呦这也能挡的，我靠520个连珠票看到了，他妈的发卡，急了，没秒解到，三个三个三个，啊！我靠！没舌头的人才不会还嘴。他河蟹，哦，不是，他石头人应该还在，我就怕他往下路刷。是火药粉吗？天，飞的，他是没闪的，可以风筝他去。我任何时候都要水手。跳我，跳我，我就炸桶子，不跳就被大刀砸死。二连桶熟练度问题，要多练。但是一定要脸皮厚，知道吧？我一般连不起来，我都直接说卡了。虽然电脑确实是卡了，但以我的实力，卡了也能连。谢谢流年忘返送的前方高能预警，谢谢谢谢。感谢老板的前方高能预警，看弹幕，我知道我现在在操作，我刚给你寄到一半去了，打完这把马上。你还拉扯，你会玩个蛇皮，你拉扯。
但是完全不 A 了，干嘛呢？我有一百种杀你的方式，你以为没桶子了就杀不了你是吧？也就现在没滑场点了，我操，这就是主播的实力。